上集讲到我攞咗呢个香同埋炮仗制造呢个计时炸弹喺公司炸鸠我哋嘅老细，点知因为 timing 嘅问题俾老细发现咗，而咁样我就俾老细炒咗啦。我唔甘心，所以揾咗我嘅同事朱朱林帮我复桌，帮我复桌，点复桌咧？明年过年开工嗰日，你帮我炸鸠你冚家铲，炸鸠你冚家铲喎，我啊，系你啦，我对你有信心，嗯。喂，杰哥哥，你要问我咩事啊？朱伟啊，上一次我咪叫你吓，明年过年开工嗰时炸鸠个冚家铲系咪？而家我等唔切咗，我等唔切明年咗，今日佢生日，今日我要俾冚家铲。喂，但系你冇喺公司做咗，你点样炸佢咧？嗱，所以你要同我啊呢个内应外合，我要用呢个最新科技呢个无人机吊住一炮，上捻到九楼条冚家铲办公室嗰度啊窗口嗰度射入去，俾气爆俾冚家铲，炸够个冚家铲啦！咁样连飞机咪冇咗？诶，羊毛出自羊身上啊！公司嘅 store 入边咧有一个无人机咧，几年冇人喐过到嘅。你帮我喺个 store 嗰度 cut 个无人机落嚟吓，冇俾个冚家铲知道到。哦 ，good idea 啊 ，OK。哇！冚家铲天助我呀！但系啊，这呢条狗楼嚟，个窗口长期封住，你点炸佢？冇错，一切计划之中吓，好简单，条冚家铲咧系好捻惊悦嘅。佢未入嚟之前咧，你啊将个冷气掣咧锁捻咗佢。佢闻到嘅时候，你就讲个冷气坏捻咗啊，要搵人嚟 service 啊，叫佢等一等咁啊。咁佢一定开窗口。佢開窗口嘅時候，你就通知我，我就 set 架機，五分鐘就上到去，就入到去窗口嗰度，我就冚家鏟，最美麗的愛情故事發生了。Holy shit！ 你鬧馬冇冷氣嘅，冇錢交電費啊，知唔知冷？乜冷事啊，冷氣？交咗啦，叫人嚟整咗啦，快拆啲啦，撲你個牆，梗係撲你阿波，都爛啦。喂，搞掂咗，搞掂咗。嗱，而家佢開窗我食嘢，你可以 stand by 咗啦。OK， 我而家熄機，考察，把冷嘢问几面。你系老毛咁都做错，猪猪冷入嚟。边个笑咧？啊，是啊，老细，坐冷低，我有好多嘢要屌教你，坐低。为咩坐低？即刻坐低！你个屎忽准备撑牛油咗，坐冷低，省少少嘢都坐冷坐。你解释下，你讲点解会坐错嘅？我唔想听啦，唔想听，我要屌柒你就屌柒你。老细，你睇你可唔可以等阵先调？我唔想听，我唔想听。掂掂喺度俾我屌，你俾我 tip 我得唔得？黐你咯，冇得！究竟乜冷嘢事会搞冷到实，搞冷小嘢都撞到。俾个 break time 我得冇？反正 break 你咯，冇啊！我而家要屌你就屌你。北京转转咗，冚家铲啊！仲有两分钟，仲有两分钟，推入个窗口。睇你仲冚家铲，喂，边个 call 你啊？喂 ，Elin video call。啊，伊林，喂，好久不见了喂。啊，没有啦，现在做些很大件的事情了。哎，真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喂。我知我明白啦，而家冇乜时间喎。乜捻嘢冇时间啊？真系冇乜时间。大姐，电话响，你准备擦瓶羊油先。喂，陈总，啊，你阿妈系好冷来冇见，你坐喺度自己。等我。唔系，喂。高尔夫，冇啦，财富咋啦？等先啊，反锁教练等你各教屎去。喂，陈总啊，倾到边度啊？志华，阿长，而家个飞机即刻缩翻。你要去保证你的奶头，粉红色链头两个翻唔到转头啊，知道吗？缩翻嚟啊！你落咗，保养很重要哦。咩咩咩，系落咗。差不多还时候了啊！没有没有，我做这大事情罢了，我做大事情罢了啊 ！OK， 我们继续来哦，看看会员粉哇，真魔力是呢！哇呜呜呜呜呜呜呜！救命啊！救命！救命啊！哇哇！
就是爆冷咗冚家阵，爆冷咗。人生就是这样，很多事一个人是完成不到的，必须靠其他的战友才可以一起完成任务，这些就叫做 teamwork。 哎，怎么炸乱了的 office？ 啊，我知道，原来你又是恐怖分子，以后帮我执够了我的房间，你才好回啊。喂，陈总啊，没事啦，还有饭事而已。下一集连人带车一起炸，玩咁大 ？Yes, of course， 三家阵。Oh shit。